弟兄们，擒贼先擒王，别管无名小卒，直接冲上去吧！ 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！好，我们来负责此地的防御，要争取将敌军在此地全部拦截下来。啊！好像有点不太妙啊！撤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！来了！敌人可以逃走吗？ 我们去占领要地，冲啊！对方当地人不必留情。我们去攻占要地，上了，人齐了，不要掉队。 好，出发吧！我家族姓要塞吗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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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做个了结吧。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以为可以逃走吗？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我们去占领要地，首脑，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撤！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我们去占领要地，走啊，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就做个了结吧。好，出发吧，我们来攻陷要塞吧。出啊，现在就要击溃敌人的要塞。此次攻占要地，上啊，跟紧了，不要掉队。我们去占领要地，冲啊，对反抗之人不必留情。好，差不多该动身了。这群侠比你想象的厉害。好，差不多该动身了，我们这就去攻击敌军的痛处吧。何去攻占要地，上啊，跟紧了，不要掉队。那样子
法轻松取胜啊。来着，好像有点发妙啊。撤退，弟兄们准备撤退。丁将，你被我击败了。看来不是等闲之辈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们的死活在他看来，我们这些昔日的水贼就是弃子而已。原来如此，你是为了自己的伙伴才敢赴死地。甘宁，你要不要加入我的麾下？主公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为了实现梦想，为了变得更强大更成熟，我正在寻找伙伴，所以当然欢迎像你这样的人了。而且愿意为伙伴而奔波的你，给了我一种非常怀念的感觉。你身上拥有的正是我们绝不能失去的情感。主公，您是认真的吗？当然是了。为了开辟孙吴的明天，加入我们的勇士越多越好。你这家伙，难道？我是孙仲谋，也就是孙吴的君主。你这家伙，不对，你。我没这个心情了，弟兄们，我们撤。甘宁，我还没听到你的回答。我还没打完架呢，要是能击败我，那倒是还可以考虑。主公，你有没有受伤？没事的，吕蒙，这种战斗根本不算什么。您竟然邀请敌将加入，真令人吃惊。你也认为我这样做很不明智？我倒觉得这是个良策呢。好吧，他确实有点本事。怎么，灵童，你很欣赏他吗？不管是敌是友，有本事就是有本事，但是跟他说话只会让人气愤。不过压制夏口倒是成了一场硬仗，我有点担心先行离去的灵操，快去与他会合吧。等一下，灵童，不要只身冲出去。哎，根本叫不住他。大家跟我来，我们现在就要斩杀皇祖，结束这一战。Yeah.
劫吧。请让开，这样才像面师呢。全都铲平，都精神点，跟我来。我来了。请让开。这里有我压制了。这里由我压制了。嘿。